今天谢谢他特地从日本来到台湾，来到台中，来到这里，就是为了要跟大家一起站出来，一起为台湾的人民加油，告诉大家核电归零，核电归零，核电归零。那我们最后让他说一点话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容易才从日本来这边帮大家加油，今天看到这么多的人一起为了反核站出来，尤其是今天有这么多的青年朋友，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这些青年朋友，对我们反核的这边的台湾人说几句话？本当に聞い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日本は私は台湾のことが大好きです。谢谢大家今天看我们表演，然后，我们都很喜欢台湾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然后呢，刚刚就有粉丝啊拍了照片要送他。照片。哦。哦。谢谢。OK。那我们要先帮他宣传一下，我们先掌热烈掌声好不好？也希望这个世界不再有核电危险，也希望台湾的政府早点听见我们的声音，停建核四。